所以老和尚说呢，因果不虚啊，因果不虚。就像说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啊，琉璃太子就是琉璃王，释迦牟尼佛的护法啊，波斯匿王啊，波斯匿王呢啊，跟这个牟尼夫人所生的那个儿子呢，叫做琉璃太子。啊，这个故事大家都听过。啊，因为牟尼夫人呢，这个波斯匿王所起的这个牟尼夫人呢，并不是真正的宿家子的里面的这些啊，他们的这个真正的他们宿家子的住民，而是呢是他们宿家族里面的婢女。啊，所以呢，琉璃太子本身呢，就是婢女所生的小孩。那因为琉璃太子小时候会到他外公家去玩嘛，那就带着他这些童男童女的侍者呢，到他外公家去玩，就回到释迦族，就他外公的故乡。结果当时因为佛陀已经成佛了，释迦族就盖一个纪念馆，那当然里面就有管理人员了。那琉璃太子不小心呢，跑进去，踩到这个纪念馆里面，就被这个管理员呵斥。说呢，你是婢女所生的小孩，你是贱民。因为当时在印度呢，那个种姓的差别很大，他们有四个种姓，一个是婆罗门种，一个是啊刹帝利，就是统治阶级；另外是吠舍，就士农工商；那最后一个呢叫索陀罗，索陀罗就是贱民，到现在还有，就是婢女，婢女在归类为呢索陀罗，就是贱民。这种子起誓，所以当时琉璃太子就踩进去那个佛陀纪念馆了，就被管理员呵斥说呢，你是婢女所生的。后来琉璃太子觉得这个羞辱太大了，就跟他的旁边的童男童女侍者说，你们一天跟我提醒三次，我这个一定要报仇。就是后来的琉璃太子灭掉释迦子的静音，静音啊，就是释迦族的人的羞辱。那原因呢，还有更大的原因，这佛陀就有说出来。经上说这个故事呢，琉璃王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他是个大国王，他跟释迦族有冤仇，冤呢有近因跟远因。近因就是我刚刚讲这个他妈妈呢，牟尼夫人啊，她是婢女。远因呢是过去生所结的。老法师说呢，这一段的因果故事在释迦谱里面记载得很清楚。释迦谱就是我们讲的释迦牟尼佛的传记啊，释迦谱。那琉璃王呢，这一群呢，在那么无量劫以前呢，他们是在畜生道，就是鱼族。那琉璃太子呢是鱼王，他们都在一个鱼池里面，都是一群鱼。那琉璃王呢，就是这个鱼里面的头目鱼王。那释迦子呢，在那个时候呢是渔夫，他们是捕鱼的人。有一次呢，就把这个池塘的鱼呢全部打捞上来，把池塘的水全部放光，鱼全部杀掉。那么这一群被杀的这些鱼呢，怨恨不灭，生生世世记着要报仇。那释迦牟尼佛生在释迦这一族，那些鱼呢就变成人了，到人道来，就当琉璃太子这一族的人，就是他的兵将，他的兵将。那无量劫以前他们所结的这个怨恨，小小的一点事情而已，就挑拨成战争。小小事情是什么？就是琉璃太子回到他外公家，不小心进入佛陀纪念馆，被馆里面的管理员呵斥说他是婢女所生的小孩，这是小小这件事情而已，就挑拨成战争。那么释迦牟尼佛呢，他也想阻止这个战争啊，他第一次在路上等着。那琉璃太子呢，知道佛陀很伟大，他也不敢得罪佛陀，就班师回朝。第二次也是这样，第三次也是这样，到第四次的时候呢，琉璃太子就不理佛陀了，
他绕道呢，就把部队带出去呢，就去攻打释迦族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呢，他也阻止不了这个战争。佛陀有三不能嘛，第一个地内不可转，第二个呢众生度不尽，第三个无缘不能度。佛陀跟你讲地内不可转，那地内要谁转呢？要自己转，你要透过忏悔啦，透过改过啦，透过放生啦，吃素啦，透过学佛啦，三规五戒啦，精进修行啊，把自己无始劫来的毛病习气改掉了，那你破了戒之后，你就是证了阿罗汉了嘛，你就出三界了嘛。啊，你在破尘沙后，你就成为菩萨了；你在破一品根本无名，你就成佛了嘛。那么成佛以后呢？他成佛以后，这个因果在不在？因果还是在。就像安世高大师呢，这个两次还命债，安世高大师两次都来中国还命债，因为因果不空啊。但是因为他已经成就法身啦、啊，他已经成佛啦、啊，他没有四相啊，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没有我执啊，也没有法执啊。他了解呢，这个生死本空啊，无明本空啊，本觉本有了、啊。所以他还命债呢，他没有这种贪嗔痴啊，所以他欢喜受啊，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也想阻止这个战争，但是阻止不住，如是因，如是业，如是果，如是报，对吧？业因果报，救不了，怎么劝都不听，琉璃太祖就不接受，一定要把这个主灭掉。最后呢？那法师说呢，最后释迦牟尼佛这个主呢，有部分人就逃走了。据说呢，当时那个释迦族的最后那个国王呢，当时有跟琉璃台讲说呢，等我从水中浮起来的时候，你再开城门进来，你再攻打进来。事实上，后来释迦族的那个国王呢，最后把自己的陀华呢绑在树根里面，所以他扶不起来。后来很多释迦族都逃走了。那逃到哪里呢？老法师说，他们的家族呢逃到现在的西藏，以后就没有再回去印度了，回到尼泊尔了。啊，佛陀是尼泊尔那边的人，他们就在西藏落户了。所以释迦族呢也算是中国人，老法师说也算是中国人。这件事情呢，当年的张家大师呢有告诉净空老法师，他说释迦族这一组呢逃到后藏，这是用这些事来告诉我们冤家呢宜解不宜解，什么样的怨恨呢都要把它看破，要化解，决定不能结怨，结怨后果太凄惨，生生世世呢，多少事都不能够解决，一劫一生，连活菩萨都无可奈何，活菩萨都无可奈何。释迦牟尼佛特别用他们自己的释迦族做一个例子，跟你讲因果不空，因果不空。佛陀用自己的家族来做证明，虽然他成佛了，佛陀固然是伟大，但是因果这个东西呢，就如同《一粒宝钞》里面呢。观世音菩萨讲的，在《一粒宝钞》里面，观世音菩萨有开示说呢，因果这件事情，连诸佛如来都不能违背。这句话是观世音菩萨说的。那从佛陀自己本身释迦族被灭掉，就可以充分证明，因果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没有一个人可以违背的。所以因果不空，啊。那么老法师在这里讲呢，他说老法师这段开示是在这个《大经解演义》第508集里面开示的。老法师引用《净土大经解》里面说，世间冤报之事，互为祸害。
啊，你有冤亲啦，你有果报啦，这叫冤亲会果报吗？会讨债还债吗？会报仇吗？所以说是世间冤报之事，互为互害。我们一般讲叫冤冤相报，没完没了。那么这里呢，就提到唐太宗。唐太宗呢，我们刚刚看他讲他贞观之治呢，啊，他编的这个其实这样功劳很大。但是老和尚说呢，善恶不能抵消，啊，善恶不能抵消。唐太宗后来下地狱啊。老法师说，唐太宗提起来，没有人不敬仰他。贞观之治就是唐太宗的功劳啊，大家都很尊敬他，没有想到他堕地狱。我们从来没有这种观念，唐太宗会堕地狱，没有这个想法，没有这个观念。堕地狱总是一些末代的坏皇帝啊，干尽坏事的啦。那么有人就问呢，唐太宗呢，你为什么堕地狱呢？大概是唐太宗后来听说在中国大陆有附体嘛，他出来说呢，杀人太多，杀人太多。老法师说呢，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呢，唐太宗是神射手，他的箭呢，射箭呢，百发百中，死在他箭下的至少超过1000人。这个就堕地狱了。杀人是要偿命的，他自己承认了，忏悔知道错了，杀人偿命，不能说杀人就不堕地狱啊。皇帝杀人也要堕地狱啊，这个是他亲口说出来的，不能说我做了皇帝杀人就没罪，杀人一样有罪。把事实真相说出来，地狱怎么出来的？他做了一桩好事，这桩好事呢，就是唐太宗他叫魏征编了《秦书之要》，所以他从地狱出来。这本书印出来以后呢，这本书能救全世界。现在呢，已经有一部分翻成英文，翻成各种不同文字，提供全世界的人呢，特别是从政的人士做参考。唐太宗呢，做了这么一件好事。所以呢，老法师说，善有善果，恶有恶报，因果这个道理，诸位必须要记住，善恶不能抵消。我们一般一直以为说善恶可以抵消，善恶是不能抵消的，不能说我将功折罪，世间法律有，因果里面没有这一条。不能够将功折罪，没有这个。善一定有善报，恶一定有恶报。哪种果报在先呢？哪种果报在后？看缘，不一定。看缘，一缘不同，肯定有报应的。报应是决定不能逃过的。好，所以呢，起心动念要谨慎。造作恶业有果报，起个恶念都有果报。恶念是意业，虽然没有行动，你念头错了，一个善念有善果，一个恶念就有恶报。何况言理行为呢？所以因果教义非常重要。那么这个呢，在现实里面呢，事实上很多地方都有发生这个故事。就拿我身边的一位莲友发生的真实故事呢，我来跟各位分享。以前我在某一个地方带共修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莲友呢，那么这位莲友呢，他后来才学佛。那么当时呢，他是因为共修这个地方的原来的老师父呢修得很好，那么
修得很好以后呢，当然这些大德或者高僧呢，他们有些呢都能知过去、知未来，就是我们讲的所谓呢，他会有这种神通道力。那么我所认识的这位道场的这位老师傅呢，他确实是修得的，就是说他不是一般旁门左道的神通，他确实是借修得显现的自信所流露出来本有的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那我这位莲友呢，当时他亲近这位师父的时候呢，这位师父他们都叫师父，事实上是一个居士大德，年纪很大了啊。他这个能力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我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我送他啊，我送他这个莲花地毯啊，还有西方接引图。那他因为我们早期台湾佛教呢是被日本政府呢压迫，所以佛教不敢公开的宣扬，所以早期台湾的佛教呢都叫做斋教啊，吃斋的斋。那么这位老师傅确实是有那个能力，我亲眼看到了。那么就有一个老先生呢就来问他了，那手上拿一个纸条，上面写他儿子的名字，但是他的这个儿子呢已经死掉了，就写三个字，那就名字拿给他看。这位老师傅讲一句话，他用台语讲啊，我在旁边亲眼听到。你说啊，这样的死去了，你过来问我，换成国语说啊，这个人已经死掉，你还问我？所以你想想看，从名字可以断生死，这个实在是不是普通的能力啊？那表示什么？阎罗王的生死名册确实是有啊。我们看很多的因果故事里面都会讲说，啊，有阎罗王的生死簿，那名字不就生死簿吗？所以你活多久，多少岁命，我们看感应片里面的故事，乃至于我们所听到的因果故事，确实是我们人间讲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个富贵在天的天，不是老天给你的富贵，是你前世种善因得乐报，不布施就得贫穷报，这叫做在天啊。不是说老天给你钱财啊，那你不布施因怎么会有果呢？所以佛法讲三世因果，我们一般人都误会说在天啊。所以台湾过年的时候，初一的时候啊，正月初一就会只要抢头香啊，他们说抢头香可以赚很多钱，把那个香火都推倒了，结果整年还是没有赚到钱，那证明神不能够赐财给你嘛。啊，《了凡四》里面讲，不读的道德仁义啊，一读功名富贵，不只是可以有拿到功名富贵，也可以得到道德仁义啊。道德仁义就是智慧啊。就是是心是佛，是心做佛，一样的道理。那这位老师傅呢，就跟这个人讲说，这个人都已经死掉，你还考我？好，所以我刚刚讲了这个莲友，做生意这个莲友，他就是刚开始就是很迷他这个师傅的这个能力，所以呢，他当时就买了一台英国的好车，我们台湾翻成台湾的名称叫做机架，英文叫 Jaguar 啊，叫机架，这是英国名牌的汽车。他就开着这个机架的汽车呢，啊，就带着这个师傅到处去帮人家服务。所以他早期他就不学佛啊，他也不从心地下手啊，他不知道说因果的一个大前提是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呢、啊。前定就是过心所造的善因跟恶因。那么当时就因为他有钱嘛，
人家就跟他借钱。那借钱的人呢，是住在新庄，一个透天厝，我们台湾叫透天厝，就一二楼的楼房。那他跟他，因为这个一二楼透天厝呢，他本身有第一胎向银行贷款，我们台湾叫第一胎，就是第一顺位。比如说这个房子价值3000万，那你向银行借1500万，那银行就是第一顺位的债权人，我们台湾叫第一胎。那么新庄的这位债务人呢，就跟我这个共修的这个莲友呢借第二胎，就比如说再借1000万或者借800万这样，那就变成第二胎。那后来这位新庄的这位房屋的这个主人呢，没有钱可以缴利息，缴包括缴银行的贷款，那银行就要来催讨了，那房子就会拍卖，我们台湾叫做法拍屋。那法拍的时候呢，那么第二顺位的，就是第二胎的人可以优先去填说我要买下来。那银行如果刚才讲说3000万的房子，他贷1500万，你再借给他1000万，那等于2000万，2500万。那这个房子价值3000万，比如说，那第二顺位这个人他就很聪明，他不会开3000万的底标，他一定会填呢，啊，银行那个贷款那个金额就可以了。比如说，银行是贷1500万，他欠他800万，他填2300万，他就可以把这个房子标下来。那净赚呢700万台币，因为他市价呢，市场的价值3000万。当时这个新庄这个屋主就拜托他说：“你填哦，因为我欠你800万嘛，那800万再加银行贷款1500，等于2300万。”他说：“拜托他说，你填2500万，给我200万东山再起。”我还掉银行1500万，再还给你800万，我还有200万可以东山再起。那我这个朋友竟然跟他讲说：“啊，不行，我才不愿意填2500万，我当然填越便宜越好啊。”啊，后来房子就给他标下来，他拿到了，换主人。所以这个房子呢，就是五家共有。今天换你住，明天你没有钱拍卖掉别人住，这叫五家共有。结果这个第一个主人呢，第一任的主人呢，这个屋主呢想不开，在里面烧炭自杀，烧炭自杀，这在台湾呢也常常发生这种情形，那就变成鬼魂啦、啊，鬼魂他就阴魂不散啦、啊，他不愿意离开这个地方啊，这人都有执着啊。他可能这栋房子是他辛苦赚钱买下来的房子，他对这个东西他有所坚固的执着，他不愿意放下来，这样他没有造大恶，他没有被黑白无常抓到地狱去，就他开始闹鬼了，开始闹鬼了。那我这个朋友呢，有一次在共修，那时候就跟我讲，我在带他们共修嘛，他就说：“黄警官，我拜托你帮我抓鬼好不好？”我说：“我不会抓鬼，我只会讲经。”他说：“你不是很会讲经吗？”我说：“讲经不等于会抓鬼。”我说：“我不行。”啊，我还跟他开玩笑说：“我还蛮怕鬼的呢。”啊，我说：“我不会抓鬼，我会讲经，我会讲道理。”后来有一次啊，我在新庄地藏庵呢、啊，就地藏菩萨的庙。大概300年，清朝盖了到现在，啊，我蛮喜欢去拜那个新庄地藏庵的地藏王菩萨。我就在这个庙门口呢，碰到我这位朋友的太太，她整个脸都发黑，我就看吓一跳，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叫她大嫂嘛，所以心里我在心里在想说啊，怎么变这个样子？原来她死期已尽了。怎么进呢？因为呢，他因果轮回，因果循环。后来我共修这个地方，这个老师傅往生以后，那他就没有依靠了。以前都可以问那个老师傅说：“我明年的运怎么样啊？啊，我明年应该做哪个生意啦？啊，
那就有个依靠，对不对？那那个老师傅走了以后，他就没得依靠啊，问谁啊？又没智慧啊，以前又没有修行。好，他生意开始大败。自从买了那个房子以后，那个钱都没有赚到。就是这里讲乘人之危，破了你颠沛之际，他一定会被厉鬼索命。所以我们看感应篇是古代的故事哦，但是现在就发生给你看，而且发生在我旁边给我看，我朋友这亲自看的故事啊。后来我在地藏看到他太太脸色发黑，我就知道说有问题，后来才知道整个内幕。然后呢，他搬进去住以后就开始不平安了，他太太的病呢就开始发作。为什么发作呢？因为他们后来做生意失败，也是债主临门。故事呢，短短在几年之间呢，这个故事重演，因果故事重演。因为他做生意也需要贷款，所以他又把这个房子呢拿去向银行贷款，他钱又不够用，又去找第二胎跟别人借钱，换他跟别人借第二胎，也是他认识的朋友。然后呢，他后来缴不出利息，他的房子又被拍卖了。他一样跟上一次第一代的那个主人讲的话一样，他去拜托，现在算成他是第二个主人嘛，拜托第三个要来借他钱那个第二胎那个债主说，你再多填200万，让我东山再起。那个第三位那个屋主啊，就跟他讲一句话说，我才不愿意这样。他说我当然填越便宜越好啊。后来房子就被拍卖掉，房子又被第三个人呢又夺走了。他只不过是住了几年而已。然后他太太就是因为这样的打击，本来二十几年都没有事的血癌发作，后来就死掉了。死掉又很可怜，因为他已经走投无路，然后他又没有钱处理他太太的丧事，他就躲起来，跟他儿子呢切断父子关系，因为银行会继续在追讨，从他追讨到他的小孩的薪水，银行的薪水。他小孩子在银行上班。好，那后来我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我知道他没有钱处理他太太的丧事，因为他怕亲戚朋友知道，他躲起来，躲在我们新北市三峡三期的一个小房子里面，那工厂当然就不见了，结束了。后来我就帮助他太太，包括住念在台北板桥殡仪馆帮他住念，因为没有地方可以住念嘛，因为没有房子啊，房子全部被人家拿走了，他也没有地方可以容纳尸体，所以就在台北板桥殡仪馆住念。我还送他一个骨灰坛，然后他说他怕亲戚朋友知道这个丧事，所以不敢通知亲戚朋友，我就发动联友。然后呢，我做为农，我请我一个连友打木椅的，再请他帮忙请一个法师来主法，在台北板桥殡仪馆帮他做一个最简单的告别式。我们台北分成甲级、乙级、丙级，我就给他选个最简单的丙级厅啊，帮他做告别式，但是也很庄严，二三十个连友去跟他念佛诵经，啊。然后我跟我另外一个做葬仪社的连友讲说呢，你不要给他收太多钱，成本就好了，啊，因为他已经走投无路了。所以你想想看，他以前把人家赚来的钱全部又不见了，就这里讲的而舍起之财，不义终归乌有乎？乌有就是化为乌有啊。后来他就梦见他太太。啊，当时他就开始跟我共修地藏经，我说你要好好修行，你求地藏王菩萨，然后你送地藏经来消业，你做了这些不好的事情，啊，他这个也是杀人取财。
对方烧炭自杀嘛，因为你逼债嘛，那他想不开就在里面烧炭自杀，那不就等于杀人起财嘛？那这跟杀人没有什么两样啊。所以你不说我是讨债啊，问题他死掉了，那就是杀人起财啊。那害死一条命呢？我说你跟我共修地藏经，他梦见他太太被两个人压着，就是无常大鬼，然后满脸愁容，因为 他太太跟他感情非常好。那他就跟我讲一句话，他很怨叹了。他说：“我曾经梦过老师父，老师父往生的时候呢，旁边两位护法金刚，就是我们一般看的像天神一样在保护他师父。他说怎么差那么多？我太太死了以后，被两个无常大鬼压着他。”啊！后来我就告诉他说：“你送108部地藏经给你太太回向。”就他真的送108部地藏经，结果他在最后108部地藏经送完以后，回向完毕，他在穿海青，胸前挂108颗莲珠，在梦中出现给他看，旁边那两个无常大鬼不见了。你看这么神奇，不可思议。所以地藏经跟你讲，神通不可思议，智慧不可思议，慈悲不可思议，是讲地藏王菩萨。那后来我就告诉他说，你要从此要老老实实的，你要重新再把自己的这个心地你要修好。我说你从地藏经下手，我说如果你还有福报，就可以东山再起。那以前所欠人家的债，你要跟好跟银行谈，看他怎么还，你还是要还给人家。后来他就这样不断跟我一起共修，以后他每个月都送地藏经，每天都送地藏经。那我有读诵那个地藏经 CD 嘛，早期读诵地藏经 CD， 后来改成 DVD， 所以他那个地藏经 CD 在车上晃到了，那 CD 带都坏掉了。你看他每天无时无刻不在送地藏经，他没有送就是在听。啊，他是做布料的，啊，他就披到那个大块的那个布料，然后再卖给这个加工厂去做衣服。他就经过这样不断的忏悔、改过、修行，然后再慢慢再起来以后呢，最后他买了一部车。那现在呢，工厂也恢复了，那机器又买回来了，又继续生产，那开始又有订单了，这是改变命运，就是地藏经讲从心地下手，这是呢真实的故事，来跟各位讲说，感应篇所讲的都是完全是事实。那么他特别举一个例子，啊，特别举一个例子。我们刚才这边有讲说，庸医呢，啊，治人以为己之时呢，都是从财起见，就是看了钱财而害人。那么他这里举了一个公案，他说呢，在《近代果报录》里面有记载这一段，他说有一个叫叶伯高这位先生。他是以前金华，以前在中国我们民国初年的时候，金华割据嘛。那么当时在金华割据的内战里面，那么各地方的富有的人家呢，都避居到青岛，中国青岛这个地方很多。那么有一天清晨呢，青岛市的近郊，有一个人们把私生子呢弃置在路旁。丢弃在路旁，然后在那个小孩的身上，在那个婴孩的身上绑着钞票700元，上面写着说：“求人人君子，善抚此孩，养700元，以为酬报。”他说：“希望呢，有人人君子呢，能够帮我抚养这个小孩，我这边送这个大洋的700元，希望你们帮我养这个小孩，我作为报酬。”那
这个魔甲呢刚好经过那个地方，看到婴孩身上绑的钞票，他不但没有发这个救护的善心，反而起了一个很毒的念头，名起毒念，把小孩子踏毙，当场把他踏死，把这个小孩子踏毙踏死，然后把这个700元大洋就拿回家了。回家以后呢，还很高兴，就拿个5块钱给他的8岁的儿子。他的儿子呢，非常的高兴，喜极哦，跳起来。结果不小心呢，梳子对了，以后呢，就掉到这个楼房的底下，脑浆并裂而死，摔死了。魔甲非常悔恨啊，就把他在路边踏死那个婴孩的事情告诉他妻子。他的妻子呢非常痛恨他做这个恶事，以致造成自己的儿子历史遭受叠壁的恶报，要跟他拼命，他老婆要跟他拼命，哭闹不休，给严谨听到以后拘捕魔甲，以杀人等罪送法院讯办。这是真实的果报故事。其实这道理很简单，那位私生子也是一条命，你为了700元当场把他踏死，你以为他就死掉了吗？你以为人死了就一了就白了了吗？不是。那法师说，一了不是白了，是没完没了。因为呢，灵性是杀不死的，灵性是不灭的，灵性是杀不死的。灵性它无形无相，会色声香味触法，会青黄赤白。啊，就是我们迷了以后叫灵魂，悟的时候叫灵性。你执着了就变成灵魂，不执着变成灵性，灵性就是佛性，就是佛，灵魂就是众生凡夫。那你以为他是一个小孩子，这么一个小的小孩子，你把他踏死就死掉，他没有死，他的灵魂呢就跟着他回家了，跟着这个魔甲回家了，他当时起嗔恨心嘛，那当然你杀死我，那我也让你小孩得死嘛，这叫鬼神作弄，这叫100%的现世报，非常可怕。那这就是什么？杀人取财，为财杀害别人的生命，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中国大陆作为编者呢，他所讲出的真实故事。那这个地方，我们说这个机仙呢，来跟他讲这个20年前的事情，啊，就是印证了我们讲的“举头三尺有神明”。啊，我也曾经在讲 X 档案里面有提到这个故事，在民令国里面有提到这个故事，就是发生在我们台北港的一位王姓的司机被他的同行害死。那弃尸在我们桃园芦苇乡的出海口，当时检察官去验尸的时候呢，看不出来到底是意外死亡呢，啊，还是投火自尽，看不出来。那后来怎么破案的呢？也是鬼神讲出来的，神讲出来的。这个王姓的司机的太太就不相信他先生了会意外死亡或是投火自尽，就到处去找证据，到处去问神。那么当时呢，这个加害人呢是他那个姓同行的一个姓宋的，还有一个姓陈的这个祖先。这个姓陈的祖先呢，叫这个姓宋的呢，把尸体丢弃在桃园的芦苇乡的出海口，还把他的手机拿过来，
然后这个姓陈就非常奸诈的，就人在台北县的三重，我们现在新北市的三重，拨电话给卢尸体大体就是晃的那个地方，就是出海口那个地方，他就叫那个姓宋的把手机呢拿起来接听，但是不要出声音，保持20秒的这个空白，他要铸造不在场证明，他以为没有人知道，天衣无缝啊。那个姓陈的真的打电话给那个被害人，那被害人都已经死掉，怎么会接手机呢？但是他的共犯姓宋的来接，但是不出声音。然后这样的警察问到他说，他说我有不在场证明，那这样就没有办法办下去了。确实后来警察也办不下去，因为没有证据。后来就是这位王姓的被害人的太太去问神，神跟他讲说，你先生不是意外死亡，也不是投火自尽，是被人家害死的，而且害死这样的人两个人，你看厉害不厉害？我们台湾话就很准啊，啊，这就告诉我们什么？这个关圣帝君有一个绝世真经里面讲这句话，他说：“天知，地知，你知，鬼神知。”如果你想到这样的话，你说有鬼神在看的话，我们讲一般讲的天眼洞视，天耳错听，人间失语，天闻若雷。人间讲教，你不要跟别人讲好不好？天上都知道，像打雷一样。所以，这个呢，这个公案呢，跟我们讲一个很明显的因果故事。那么这个呢，啊，大陆这位居士所编的《太善感应篇心志》里面有提到这个公案。那么他提的这个故事里面呢，啊，是真实的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叫富裕的村呢，要换一个村长啊，在大陆，因为他村长要改选嘛，啊，那么这个村里面呢就比较富裕，就有两个人竞争这个位置，一个是原来的村长，另外一个是有智慧的大家，认为说他很有智慧，可以领导全村的村民致富的人。那么原来那个村长呢，他在村里面苦心经营十几年，已经成为一个地方的一霸。他的团伙跟他的家人都是左右村里面的一些事情，但是因为他腐化堕落呢，从不考虑百姓的利益，已经失去这个民心了。他就看到有人敢跟他竞争，他就心生毒计呢，在外买了个凶手，在选举前嘛，把那个对方杀害，他自己呢再次当选村长，但是呢最后呢纸包不住火，不久呢这个凶手呢就被抓到，案情大摆，他刚选上的村长就成了杀人犯，被判死刑。这是真实的故事，啊，这是里面讲报应之事呢，翘足可待啊，这个意思。教主就是迅速的意思，哈，时间很短暂。我们来解释一个公案，这个公案呢，啊，就是这个贿赂的果报。以前呢，在余章呢，丰城县，余章在现在的江西省南昌，有一位官吏呢，姓邓。啊，邓立旭呢，他在姓邓的这个官员呢，他在公门中呢，啊，当官，他不晓得公门好修行，他就是仗势欺人，啊，从中谋取利益，他把当官呢当成发财的一个捷径，把衙门呢，公门呢当成剥削的机关，啊，作奸舞弊。害人害了很多，不到两三年呢，他就成为一个富有人家。出去呢，车马簇拥，在家里呢，悲苦烦恼，但是呢，他心量非常狭窄。
而且呢，生活过得非常奢侈，以至于呢，天理不容。有一天呢，邓姓的这位官吏呢，他的大厦落成，他的华屋落成，他正想要写一个匾额，上面要挂上去，他就趴在桌子上呢，想了很久，后来就做梦了。他做梦呢，就梦见一个老人呢，一个老爷呢，送来一个匾额，上面有金字，有金碧辉煌的这个字呢，跟他写“入德之门”。可见这个姓邓的这个人呢，老天爷还想给他一个机会，只要他能够断恶修善、积功累德，他还是可以能够忏悔这个业障。但是他不这样去想，所以当时那个老人呢，送给他一个匾额呢，上面写入德之门，因为他正在想说，我这个家呢这么漂亮呢，要挂什么匾额比较好。后来这个邓姓的官吏呢，他就想说，他就一直想要花财嘛，他就想我新房子落成，写这个入德之门好像很无趣呢，就把这个匾额在梦中呢就把它拿下来。拿下以后呢，就看到有几个小官差呢，持了两个匾额过来。一个匾额写“宝藏之士”，一个匾额写“致富之家”。这个邓姓的官吏呢，他正好呢想要宝藏，要致富，他就告诉这些小官差说：“哎呀，你们不愧是公门中的人。”你们太了解我了。醒过来以后呢，四边的墙壁空空。后来他还是呢写的这两个字呢，宝藏之士、致富之家，这两个匾挂在他自己的家里。那房子落成的时候呢，他大宴宾客呢三天。他所收受的这个礼金呢，扣掉宴席的费用呢，还收了1000千金呢，他非常的高兴。当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呢有几个凶猛恶汉呢破门而入呢，进入他们家里，把他们的眷属绑起来。后来他觉得醒来以后呢，汗流浃背，才知道说南柯一梦。但是奇怪的是，他的家人也做这个梦，那他就想了，他说可能呢，我这个宝藏之士呢可能盗匪想要来抢劫。我应该搬到城里面去呢，住在那个闹市里面的高楼上面呢，强盗他就没有办法了。那他这个事情就告诉他的哥哥，他哥哥是个善人，他哥哥就是说，我们家附近都有金银啊，士兵日夜巡逻啊，他怎么可能会来抢劫呢？他说这可能是弟弟你在当官的时候，在衙门里面你可能有害了很多人，遭到这些冤欠纠缠，你没听过吗？一世为官九世牛吗？他说你应该要忏悔啊。就他跟他姐姐、他哥哥讲这个无稽之谈，他就坚持要搬到城里面那个闹市里面，就买到一个豪宅，在一个高楼的豪宅，楼下是个油行。那一天他搬进去住的时候呢，他那个小孩子5岁就一直在哭闹。哭到说家里很多恶人，家里有很多恶人，就一直哭，哭了一整夜。但是这个邓姓的官吏呢，睡着了，醒不过来。那太太就很忧伤了。那刚好那一天呢，他太太的妹妹来了，就把这个5岁的小孩带出去城里面去玩。结果呢，没有想到下面那个一楼的油行呢，起火燃烧，烧到整个楼上去。这个邓姓官吏就被烧死了，所有的钱财也付之一炬啊！这个火烧到楼上的时候呢，等到烧空了以后呢，他的妹妹呢抱着小孩回来以后呢，已经没有亲人可以相见了。后来才了解呢，这个邓姓的官吏这个儿子呢，是他哥哥呢的小孩过房给他的。所以呢，天不灭善人之后，
那么这个邓姓官吏不听他哥哥的话，改过迁善，他恶贯满盈，以至于呢家门呢被灭掉了。这叫什么？人千算不及老天一话啊。那么这个善恶报应呢啊，昭彰丝毫不爽。所以天理报应呢只在此世而已。这叫做易经里面讲的呢，会敌己从逆凶。所以老法师说呢，这个好的风水给你住呢啊，老法师说呢，他说境随心转啊，不管是我们家、个人、社会、国家、地球都一样啊。他说呢，这个风水好不好，不用去找风水先生来看风水，看你的心，你的心善良，你所居住的环境风水就变得好。你的心不善，好风水的地方也让你住几个月就变坏了。你的心把这个地方风水改变破坏了。老法师说这是真理。所以刚才我们讲这个邓姓官吏啊，他把官场当成敛财的地方啊，也害死了很多人，招感了很多这个怨气跟冤欠啊。所以最后呢，他呢千算万算搬走以后，整个房子呢被火灾啊把它烧掉了，钱财也付之一炬。第二，老法师说，今天有几个人相信因果报应呢？真的，如果你要去问人家说，有几个人相信因果报应呢？有几个人相信有来世呢？虽然这些事情在科学里面也有许许多多的证明，连西方外国都用先进的科技来探测所谓的灵界的状况。最近这半个世纪来，成果也相当的卓著。多少人看到这些事实真相，不能不信。虽然如是，一些作奸犯科的人，还是不知道醒悟，不知道回头，依旧呢看重眼前的利益，比如说拿枪随便杀人，他不相信鬼神，他不相信地狱，他不相信轮回，他不相信因缘果报。这个就是道法师这里讲的，一些作奸犯科之徒，他不知道醒悟，不知道回头，只是为了眼前的这些一点利益，没有想到来日的果报。啊，像我们台湾有一个殉旅的这个商人到南非的约翰尼斯堡啊，因为他们都是进口鱼翅到台湾来，鱼翅，那么跟另外一个商人姓高的呢发生冲突，这个姓李的呢就召集了一些凶手呢开枪呢把这个姓高的台湾商人呢活活开枪射杀，然后呢再把他泼洒汽油把他烧死，烧死了变成一团，就是一堆骨灰而已啊。他以为这样就没事了，就这里讲的，他没有想到来日的果报啊，他只重眼前的利益啊，就是为了一次的冲突啊，啊一次就是啊，在一般吃荤的人，他们自认为是比较高档的这种食物了。就这个殉礼的杀了人以后，在南非呢，他有接受法律的制裁，但是判刑很短。后来就送回到台湾来，台湾的法律再给他追诉，又判了两年。判两年以后，他没有服完，他就跑掉了。他跑到呢，又跑到南非去，
改名换姓。改名换姓以后呢，他娶了一个中国籍的太太，生了一个女儿。这样总共呢，杀死那个姓高的那个台湾商人，到他逃回济南会呢，总共14年。有一天呢，他带了他太太跟小孩到中国城去吃饭，一下车就被3个黑人从3个角落开枪，当场给他打死。打死以后呢，一个黑人走过来，还往他头部一看，死了没有，再补一枪。这个只是什么？你看得到的是花豹。他这样，《太上感应篇》里面是“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就是你用刀杀人家，你也是被刀砍死；你用枪杀人家，你也是被人用枪射杀死亡。就是“是一刀兵而相杀”，义就是一样，就这样来给你回报，“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就是。感应篇里，太上感应篇里面讲这样，是一刀兵的相杀。那么你现在只看到他被杀死是花报，那果报在地狱，他还在地狱去受报呢。受完报以后呢，他将来离开以后，他因为造杀业嘛，肉欲杀生，走树殃短命报。他到人间再来投胎。他地狱都受完了以后，再到人间的投胎，他还要多病短命，那叫余报。花报、果报、余报，就是这里讲，他没有想到来日的果报。老法师说，这是麻木不仁。我们要觉悟，我们要明了。我在讲美国。海豹部队是全世界最厉害的特种部队，他们到中东、伊拉克、利比亚去发动战争。美国海豹部队最厉害的那个狙击手，专门做那个暗杀任务的，他在中东、伊拉克、利比亚那个地方执行战争任务，他曾经狙杀200多个人，就把200多个人杀死。结果他退役后回到他的美国家乡，一样重操旧业，教人家射击。结果有一天呢，他在教人家射击，因为美国枪支是合法的嘛，他就教这个射击技术说，就来了一个有忧郁症的年轻人，精神有点异常的，就拿起现场那个练习用的射击的这个枪呢。枪支呢，朝了这个美国海豹部队这个狙击手身上射杀，当场射杀非常多颗的子弹呢，把这个人当场杀死。可是被教训练射击那个人在旁边没有事，就这里讲的，这因果没有人在策划，没有人在设计，没有人在制造，所以你在制造，你自己设计，你自己策划的，这活生生一个案子啊。这样的公案故事印证老和尚讲这个，这样的开示是非常吻合的。在我们读《文昌帝君音字文》里面有一段经文，叫做习以公治义，大心驷马之门。在《文昌帝君音字文》里面有这个经文，这个习以公治义，就是移公，就是这里一定国的父亲。根据这个《汉书》呢，《一定国传》啊，一定国的父亲呢，移公，他是县里面的一个监狱的官员啊，狱吏啊，狱使呢，就是掌管刑狱的法令的祭祀啊，郡爵朝元，郡爵朝元啊，是爵狱官。他很会管理监狱，他判案呢很公平，违法的人呢对于这个移公呢的判决都没有怨恨啊，这个相当不容易哈。那么当时他在还在担任这个监狱官员的时候呢，他那个郡里面呢就帮他设立了一个僧祠啊，称移公祠，
他人在的时候就已经把他设立一个啊，类似这个宗室呢，在啊这个恭敬他。那么，移工呢有一件事情让人家很津津乐道，就是他在当这个觉朝院的时候呢，在东海那个地方呢，有一位孝妇，啊，她的丈夫呢已经去世了。所以他年少呢守寡，他没有儿子，但是他非常的恭敬跟啊孝顺的奉养他的婆婆。那他的婆婆呢，因为担心这个媳妇呢，因为年纪轻呢来孝养他呢，反而妨碍他改嫁的机会，想让他再改嫁。可是这个媳妇呢，怎么样也不愿意改嫁。她的婆婆呢，有一天就对着邻居说了，她说：“我这个媳妇这么孝顺呢、啊，工作这么努力的孝敬我，可是呢，我就是很同情她呢，她没有跟我生个孙子，就这样守寡。那将来我老的时候呢，啊，因为她没有生活，做什么？人家说养儿防老嘛。”那她的婆婆是担心，她说她没有小孩啊，那为我守寡，那将来我老了，那她的婆婆说，我老了，我死了，我这样可能拖累我这个媳妇啊，她还年纪轻呢、啊，那怎么办呢？她跟邻居这样说了。然后她的婆婆说完以后呢，没有多久呢，就上吊自杀了。这个婆婆呢，也是很难得。他不是因为厌世而自杀，或者是因为身体不好而自杀，而是因为他这个媳妇这么孝顺，年纪轻轻就守寡，他想到说，如果我死了以后，我媳妇怎么办？所以他想一想，自己干脆呢，自己先走，就上吊自杀。他讲说，他想说，如果我自杀了，那我媳妇就会去改嫁了嘛，就没有后顾之忧嘛。他是因为要照顾我才不改嫁啊。她这个婆婆的女儿竟然去官府啊诬告她的嫂嫂了，啊，说呢这个媳妇呢杀了我母亲，所以呢当时的县令呢就逮捕了这位孝妇。可是这位孝妇呢就一直否认她杀了婆婆。那官员呢查验结果呢，最后孝妇百口莫辩。他没有办法，只好认罪。这个案子呢，这个刑事案件呢，公文书已经判决确定了，就是说已经判决书都写好了，要呈上这个郡府。刚好呢，这个移工呢就在这里面呢当太守的助手，因为刚才有提到呢，移工他担任什么，就是。觉朝院的这种工作，啊，等于是专门处理、专管这块法律这块的哈。那么当时呢，这个移工呢就认为这个孝妇他受冤枉，他认为这个孝妇这么认真的孝养他的婆婆十几年，而且地方大家都知道这个媳妇很孝顺，啊，他一定不会杀他的婆婆，但是太守就听不进去。那移工呢据理力争也没有办法，他就抱着这个预送的判决文书呢哭倒在郡府上面。然后后来呢，移工呢就跟郡守讲呢，他本身呢有病，他想要离职，他就辞职了。后来太守呢把这个孝妇判处死刑，判完处死刑以后呢，东海这个地方呢，竟然东海这个郡呢，竟然三年都枯旱，啊，就干旱的三年。后来新太守到任了，新太守到任以后就觉得很奇怪，说为什么这个东海郡呢会干旱三年？他就去占卜问原因。那当时呢，移工就来跟新太守讲，他说孝妇不应该死的，是前任的太守呢强行判决，罪过在这个地方，
于是呢，新太守呢就亲自去祭拜孝父的坟墓，同时在坟墓旁边呢立一个碑文，表扬他的孝行。很不可思议的，新太守做这个动作以后，天上立刻下大雨。那一年呢，农作物就丰收，所以地方上的人呢就非常的敬重呢这位移工。那么移工的儿子呢移定国，后来也是担任御史的工作，还有蕨草的工作。他又担任呢廷尉使，后来担任这个御史。汉宣帝继位的时候呢，宜定国担任光禄大夫，那么宜定国呢也请这个老师呢学习《春秋》，他行弟子之礼，为人呢非常谦恭，那么他的判决呢也都是很公平之法。他对于这个鳏寡孤独人特别灵敏。如果罪情有怀疑的话呢，都是从轻处理的。所以当时朝廷呢就称赞宜定国呢，说张氏之为廷尉呢，天下无冤民；宜定国为廷尉呢，民智已不冤。宜定国担任廷尉呢是18年，后来升任御史大夫，后来担任到丞相，封西平侯。所以你看这个移公积阴德啊，刚才讲这个赵，这个宋朝这个赵钦献公也是这样。那这里呢，移公也是积阴德啊，宜定国就当到丞相。那么当时呢，移公在乡里，移公呢乡里之门坏了，他家乡的那个门坏掉了。那么乡亲父老呢，好意呢，就帮他修他们家的这个大门，移公家的大门，老家的大门。那当时移公就说啦，稍微做高大一点的里门，可以容纳四马高盖车子通行，四马就是4匹马。所以移公自己知道，他将来祖孙会很发达。移公就说啦，他说我治理行义。政绩呢积了很多阴德，我从来没有冤枉过无辜的人，所以我的子孙呢一定会兴盛显贵啊。所以在修门的时候呢，就把门拓宽了，让四匹马可以进去这种这种大门呢把它拓宽。因屠城妄杀之故，这个屠城呢，就是曹翰呢，他当将军的时候，他曾经屠城。这个在哪里呢？在《憨山老人梦游集》里面有提到这一段，《憨山老人梦游集》卷25《独异梦记》里面，就提到这个提到这个。曹翰他当时呢，这个在率兵包围这个江西省九江市，就以前的江州的时候，因为这个守将呢胡哲，他呢被包围，后来被曹翰攻进去以后呢，他把他屠城。那后来他当然就是堕到地狱里面去，轮回当猪了哈。那在《宋史》呢，卷260里面有提到，开宝2年，江州军校福德雅将宋德敏据城拒命。就是拒命，就是违抗朝廷的命令。那么曹翰呢，率兵攻打他们，攻打了5个月，打不下来。就攻打这个江州了，福德跟这个雅将呢宋德敏，后来最后攻下来以后就开始屠城，屠城无
教类，五教类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活下来，没有任何活口，啊，没有生存活口在。总共杀死多少个士兵呢？杀兵八百，杀了八百人。那后来呢？后来他假装的说呢，要把那个庐山东林寺铁罗汉像五百头呢，要运到军师去。明朝的刘希演曾经梦见一个人向他拜求说，我是宋朝的将军曹汉，以前曾经在唐朝的时候当过小官，啊，因听过法师讲经而感悟，就供养法师一顿斋饭斋食，从此以后就感召福报，生生世世出生都是士大夫，然后为人衣食不缺，渐渐累积善因，到了宋朝当了副将，由于攻陷城池而滥杀无辜的缘故，每一次转生为诸身，以偿还自己所造的杀业。你看，这个就是三思愿。他那在唐朝那一世，他只是当个小官，他听法师讲经有法喜有感悟，所以他设斋一供，就供养一顿的斋饭给这个法师，他就修到这个福报了，修到生生世世不是一官，都是当士大夫啊，然后又慢慢的累积善因呢，结果到宋朝当了副将，只为了图成造了杀业，结果生生世世当猪啊，第一世修福，第二世得富贵，第二世得富贵造业，第三世到恶道去，这叫三世愿啊。那么曾经在前年，你的佃户就佃农呢，把我的诸身拿去抵充欠你的租金，承蒙你的怜悯让我存活下来，现在我又在此地呢要偿还宿债，所以特别的向你求救。刘公就说了，我有什么法救你呢？曹汉说，每一次我被宰割的时候非常痛苦难以忍受，只要听到念佛的声音就可以解除痛苦，希望你以后看到凡是看到信畜被杀说或烹煮的时候，你能发大悲心啊，就念阿弥陀佛或持念大悲咒准提咒，这样不但可以解除我的痛苦，而且还有超脱的好处。说完很悲伤的道谢离去。那这一段呢，我们就来讲曹彬他家族为什么李氏呢封王，就是曹彬呢他以德代兵呢可以消业灭罪。我们来介绍一下曹彬。刚才讲曹彬是宋朝的大将，他帮助宋太祖呢平定天下，有汗马功劳。有一天呢，曹彬就碰到当时一位高士，就是相命的陈希夷先生。陈希夷先生呢，他深谙呢相术，很有学问。看到曹彬以后，就对他讲了。他说你编成骨隆起，印堂宽阔，目长光显，必主早年富贵，所记呢是余靴可垂啊，没有晚服，反出兵作战宜开一面之网，或可培植一些晚服。就是这位陈希夷先生看到曹彬就跟他讲了，他说你这个成骨呢隆起
鼓起来。那你印堂比较宽，表示说呢，那加上你的眼睛呢长得长，啊，你这个被主你早年富贵，但是你的缺点是你的这个面颊这边的消下去了，就比较瘦消下去了，那嘴巴这边就垂下去，表示你没有晚福。所以他就劝他说呢，你带兵作战呢，你应该网开一面，可以赔足一些福。曹兵有记起来，所以曹兵呢带兵在攻打四川的时候，占领那个遂宁，他的部下呢将士都主张要屠城，曹兵严厉禁止屠杀。那么士兵呢虏获了很多妇女，他下令呢另外单独开辟一个房间呢，把这些妇女保护起来，绝对不允许这是他的部属呢对这些妇女有奸淫非礼的行为。到战争停止以后，对有家可归这些妇女呢啊给他钱呢把他遣送回去，没有家可以回去的呢也帮他们嫁出去。民众呢都很感谢他的德政。后来曹兵呢奉命征伐江南，他因为不肯生灵涂炭呢去伤害百姓，所以假装生病呢不肯就职。他的同僚就去探病了，曹兵就对将士说了，他说我的疾病呢不是吃药能够治好的，只要你们诚心诚意的发誓攻克江南的时候绝不妄杀一个人，我的病就好了。那么将士听完以后就烧香呢发誓啊，答应曹兵呢说攻克啊攻占城门的时候呢绝对呢不再伤害一个人。后来因为这样的一个人心呢，让江南的人心呢民众都呢啊这个呢来供应这个曹兵的部队，保全了千万人的人命。那么胜利凯旋以后呢，曹兵又跟陈希夷碰面了。陈希夷就对他说了，他说你数年前呢我看你的像鱼蝎口垂啊，那时候我认定你没有晚福啊，可是你现在的相已经改变了，口角丰鱼丰啊，而且金光既要以面目虚美啊，你会增禄延寿啊，后福无量啊。那曹兵就问他了，他说什么叫金光？陈希夷说金光就是德光啊，我们记得我们德行有开显出来，你就会有这个紫磨真金色身啊，紫磨真金呢就是这里讲的金光啊，其色呢紫光晃亮。如果人有阴德有感呢，面部呢会现金光，眉间呢会现彩光，眼睛呢会现神光，头发呢会现毫光，身体呢会现祥光，他那个气呢是外面很明亮，内心呢很收敛，很彻底啊，外明内彻，内心呢很清澈，不止呢可以增寿，而且还庇荫祖孙远福。曹兵呢果然应了陈希夷的预言。好，刚刚讲啊，他一共四代都在当官，七个儿子、孙子、孙女、曾孙全部都当官了。啊，他也算是高寿，啊，资料上写是讲69岁，高寿而卒。他儿子呢，刚刚讲是七人，啊，都是一代名将。祖孙呢昌盛无比，昌盛无比，但是也有说他儿子是9人，但是我们这个引用的是7个人，七子。所以呢，历史感应统计里面有这样赞叹曹兵，有说了，其士兵也
正如维摩诘经所谓，因众生病，是故我病。一切众生病好，我病也好。存心人后如此，古称呢三世为将，道家所记。若宾之为将，正可广作功德，何计焉？历史感应，历史感统计，这样给曹彬下定论。他的意思是说，当时要去攻打江南的时候，曹彬不是假装生病吗？那后来他跟将士讲，你们只要烧香发誓攻克江南的时候，你们不妄杀一个人，我病就好了。这就是什么？他视线生病呢，就是他的慈悲心。就像维摩诘居士，佛陀那个时代有一个维摩诘居士，他假装生病嘛。那佛陀呢，派了他很多弟子去，没有人敢去啊。啊，舍利佛啦，啊，目犍连尊者啦，他们跟佛陀说，我不敢去。那为什么不敢去呢？他说维摩诘就是大菩萨，都会跟他们开示呢，让他们呢，这个无以回应。那后来佛陀呢，就派文殊师利菩萨去，啊，文殊师利菩萨去。那不可思议解脱经里面都有讲这段精彩的对话。那当时呢，就是维摩诘居士呢假装生病，佛陀派他的弟子呢代表佛陀去探病，然后透过探病呢，就讨论出这个研讨出这个妙法出来。所以维摩诘就是说了，众生有病我才生病呢，众生要是病都好了，我病也好了。众生的病是什么？众生的病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啊，在三界轮回啊。所以我们就是说，一切众生病好，我病也好了，存心仁厚到这个地步啊。古代人讲说呢，三世做将军呢就不好了啊，三世啊为将，你三次都去投胎当将军，他说这个不好，是道家所忌讳的，因为当将军要带部队打战嘛。但是这个历史感应统计里面讲，曹彬当将军呢，正好可以广做功德，有什么好忌讳的呢？啊，所以呢，这个地方结论就是说，算命呢是我们，尤其是我国呢流传普遍，星象家不能命运呢。那在佛法里面讲呢，定力就是你的命啊。所以金山和尚讲说呢，不要相信命运啊，要相信业力，你从业力面去改造业力，业由心造啊，从心去改变啊，从自己的身口意清净，身口意三业，你的命运就会改变了。所以我在讲因果里面得到一个结论，我也跟老法师报告啊，我说命运怎么来的啊，因果怎么来的，我跟法师报告，老法师报告啊，我说命运呢就是有身口意来的啊，你富贵长寿也是你种善因呢，你种这个啊，这个啊，财施法施无畏施啊，啊，你长寿的话是种无畏施啊，所以你会得健康长寿啊，啊，你造杀业呢，你就短命多病了。所以命运呢是从业力来的，那业力从哪来？业力从因果来的，因果从哪来？从心念来的。所以心念决定因果，因果决定业力，啊，业力决定命运，啊，也可以讲是心念决定业力，业力决定因果，因果决定命运。所以这个曹彬的故事呢，就是心能转业。所以老法师常跟我们讲，心能转境，不是心被境转，而是心能转境。那曹彬呢，就是慈悲心，戒杀放人救人，所以他改变了命运。安世高大师两次到中国来，凡病在，他已经是开悟了。
他第一次在广州还命债啊。那他还了第一次命债以后，他又回到安息国，就现在的伊朗。他又出身为皇家太子，又舍弃王位，又出家修行，第二次称为安世高大师，又到中国来。先到洞庭湖去渡他那个前世那个蟒蛇那位同学。出家的时候，第一次出家的时候，两个去托钵，他的同学会讲经，但是习气很重，喜欢生气，喜欢动怒。人家给他供养不好的饭菜，他马上生气说："我会讲经，怎么供养这么差？"安世高大师跟他讲。你这样的一个诚心，将来会堕丑陋之报。那时候安世高大师就可以先跟他预告，说你会堕落到丑陋，丑陋是蟒蛇啊。所以果然他那个同学呢，到后来就投胎到中国来了，到洞庭湖当一个河神的庙神，他是一个蟒神啊，蟒蛇神啊。商人如果经过不给他供养的话，他就刮风，刮大风下大雨，惊涛骇浪，把人家的船都吹倒了。商人只好乖乖去供养，因为前世有福报，所以香火还不错，还有福报。但是他也知道他在造业，他如果不求解脱的话，他下次比这次更惨。啊，第一次出家人。到第二次被蟒蛇，到第三次恐怕会更惨。所以安世高大师第二次到中国来的时候，他是先去度他这个同学，他先跟坐船上面的这些商人讲，待会到这个供庭我这家庙，我要去度我同学，你们帮我做证明。那么那个蟒蛇神呢，他也知道他同学要到了，他就跟住持呢、庙祝呢先托梦，就有一个我前世同学的出家人呢，他现在已经正果的圣人，他到我们这个庙来的时候，你要给他供养。结果安世高大师一到的时候，蟒神不出来，他说："你现出来嘛，给大家看嘛。"蟒蛇神说："我长得这么丑，怎么给人家看呢？"他说："没有关系的。"蟒蛇神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就一个形状像一条大蛇，就爬到这个安世高大师的旁边了。安世高大师为他持咒啊，持咒的当下，那个蟒蛇神就掉眼泪了。你看，这样已经是三世了。同样是同学，同样是出家人，左边变成圣人，右边还是动物啊。后来他就把他所有的人家供养这些香火啊，这些布啦、珍宝啦、钱啦，就托安世高大师呢供养三宝，建立了一座大安寺，功德回向给他。后来安世高大师要登船的时候，船旁边河岸旁边有个年轻人在挥手，安世高大师跟旁边的同行的商人讲，那一位就是刚才那个蟒蛇神，他准备去投胎，他是男众生，下一世还可以修行。然后安世高大师再到广州去找前世杀他的那个老人，现在已经变老人。他说："你几十年前也没有杀死一位出家人。"他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就是那个出家人再来的。"他就请这位老人陪他到这个现在的杭州那一带，再去还六个命债，在街头人家在打架。在乱棒中被打死，前世误杀人家，这一世也被人家误杀，这就是三世因果。
那安世高大师在还这两次病债，都知道啊，前世的人是他欠谁的病债，他都知道啊。但是他欢喜接受这个病债来偿还，这是老法师这里讲的。老法师说，这就是不昧因果啊，他对因果的道理跟事实真相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菩萨他在这个世间呢，他会随力化身，随机说法，以十法界众生和光同尘。所以有些是菩萨示现，你看不出来，除非你有天眼。他有些是游戏人间，是示现的。十法界众生都是在演戏，诸佛菩萨是来看戏的，所以他能清楚明白，众生呢也在演戏，演得迷迷糊糊的，演得心不甘情不愿，还不愿下台，啊，还迷在戏中。戏结束的他还不知道要去哪里，这就是老法师这里讲的。诸佛菩萨是来看戏的，为什么他来看戏的？他游戏人间，他明白因果。使白起能存爱物之心，白起这位人物呢，我们就好好介绍一下。白起又叫公孙起，他是战国时代秦国梅人，这个梅是古代的地名，在今天陕西省梅县的东北。白起呢，在秦昭王十三年，他为左庶长，率兵攻打韩国。次年呢，为左更呢，大败韩国。后来升国尉，这是一个军事的一个名称了，君子的名称。那么他屡战屡胜，后来夺得韩国、魏国、赵国、楚国，有70几座城市。那么在秦昭王29年攻克楚都郢，这个郢是古代的啊，都郢呢，楚都郢呢，这个郢是古城，在今天湖北省江陵县济南城。因功封武安君，在那一次的长平之战，他大胜赵军。在长平之战呢，大胜赵军，赵国的军队，但是他坑杀了赵国投降的士兵呢，有40多万。后来呢，他被相国范雎所嫉妒。那么后来秦朝呢，秦国为邯郸失利呢，白起本来不赞成这个战役，就假装生病不愿起来，后来被免职为士兵，士武就是士卒，就是一般的士兵。后来呢，他被逼自杀，白起后来是被逼自杀。但是接下来我们要讨论这个长平，就是古代的城名，就是长平之战的地点，在今天山西省高平县西北。那么在战国时代呢，秦国的这个白起呢，曾经大败赵括，赵国的这个赵国的部队呢，他坑杀的赵国的饷兵呢41万，在这个长平，这个是在《史记》赵氏家篇有记载，活埋了40万的军队。那么这个在这一段长平的战役呢，在这个感应篇汇篇呢，善恶之报如影随形里面，感应篇汇篇里面总共提2段有关白起的故事。我们先看第一段，在善恶之报如影随形里面有提到，而白起之坑饷足，
啊，跟李林甫《秦桧之独留苍生》。这不是一次的果报可以了的了，非一生可避其恶也。不是说他一世的这个惩罚也好，是一世的果报，可以来形容他的罪恶的这个意思。所以白起后来果报呢，总共轮回呢，将近1000余年。你看他杀死40万的士兵，轮回1000余年。那么，在第二段的经文里面，感应篇的经文里面提到，潘崇轩曰：“余有阮建田见屠人宰一株，皮有秦白起三字，此轮纯轮鬼域中，偶遣一方作株，以彰业报。其千亿年来，除兽生屠戮外，必不觉刀山剑士之苦。”未知何年，可解长平一案也啊！这一段就讲这个长平啊，这一战40万人的果报，我把它换成白话。有一位潘崇先，他的朋友叫阮建田，看到有一个杀猪的人呢，在宰一头猪，这个杀猪一杀的时候呢，这个猪皮上面有秦白起三个字，秦白起三个字，那表示白起将军呢，他沉沦在地狱恶鬼道中呢，偶尔出来做一次猪，来还血债，来彰显他的业报、业因果报。1000余年来，他除了要受生被屠杀杀戮以外，白起必定不觉刀山地狱、剑树地狱之苦了。刀山剑树就是地狱的果报啊！不知道要到何年何月呢，才可以了结这一段长平坑杀饷兵这个案子啊？这个就是白起长平41万人这个坑杀饷兵的果报。我前几天就接到一个连友打电话给我，他妈妈呢跟他爸爸是老实人，那这个连友本身的学佛，他爸爸妈妈因为不懂，所以把菜市场的摊位呢租给对方，那对方呢仗着黑道势力，这个租期当时没有跟他签租约的时间，现在要给他要回来，要不回来，那对方就是用黑道势力恐吓，就叫仗着势力啊，你要去给他催讨啊。有些人啊，有些富贵人家催讨这个租金呢，就仗着势力催讨租金。这个呢，这些事都是叫做陈威破邪。这个最容易招感人怨天怒，我们所谓的天怒人怨啊。而且呢，像这种遭受天怒人怨的人，他不遭受报应的人几乎非常少啊，那不遭受恶报的人实在是很少。像我在讲英国的时候，就讲了一个公案。我们新北市就是以前的台北县，有一位诚信人家50几岁的市民，他向地下钱庄的借钱，那对地下钱庄就放高利贷，那这个讨债集团呢？这个高利贷的黑道人物呢，就给他逼迫呢，他缴利息。如果没有缴利息的话呢，
就用各种暴力手段，一定要把这个钱要回去。那对方那个老农呢，没有办法，只好在板桥公园呢喝农药自杀，写一封遗书给他儿子，叫他儿子呢一定要找检察官来伸张正义。后来检察官呢就率领警察人员开始侦办这个黑道人物放高利贷逼死老农的案子。那这个高利贷的这个黑道人物呢，非常狡猾，他知道警察在追击他，但是他也得到现世报应。他一个20岁的儿子呢，念大学毕业，在家得忧郁症，然后在家呢上吊自杀。这就是这里讲的，其不受报应者很少。后来这个地下钱庄这黑道人物的父亲呢，也突然间暴毙死亡，一家呢连续出2条人命。那么他在他爸爸的告别式，在殡仪馆举行告别式，那警察就去埋伏要抓他，因为他躲起来，他也很狡猾，他知道警察呢要抓他。在他爸爸的告别式呢，埋下重兵呢，准备缉拿他。结果他先派呢他的小弟，就是他的喽啰，到告别式的现场楼上呢，在那边看看也没有警察埋伏。他躲在殡仪馆的地下室，他以为呢这样警察就抓不到他。结果等到警察都包围过来的时候，上面的他的喽啰跟小弟呢，要用手机跟他通报说警察已经包围过来了，但是因为他在地下室，人算不如天算，手机收不到信号，警察就瓮中捉鳖，在地下室把他活逮就抓到了，把他绳之以法，就是这里讲的，这个就是威胁啊。成威迫胁啊，成他的这个暴力呢，用他的暴力呢胁迫人家啊，逼死人命呢、啊，这叫重暴杀伤啊，逼死人命呢、啊。这种一定会招致天怒人怨，他不遭受恶报很少。我特别举这个放高利贷的地下钱庄。用暴力讨债，最后呢，他自己本身也受到恶报，所以现在的人呢，不懂这个因果，不看这些古书了，以为死的人死了就了了。老法师说，如果人死了就了，那就太好了。人何必那么辛苦呢？说实在话，真的懂因果，就晓得死了就不得了，没完没了，麻烦可大了。你造作不善的，你到地狱、到恶鬼去受报、去受罪，罪受满之后，你到人间来还债，欠命的还命债，欠财的还钱债。那时候你就可怜了。杀人呢、啊、太多，到哪一道呢？老和尚说，变什么东西呢？到畜生道变蜉蝣。蜉蝣呢是水上那些小虫。他说在水中水上跑，它的寿命只有几个小时。因为呢他欠的命债太多了，杀人太多了。让他呢一天就要偿1-2次的命，天天偿，把你的命债还完以后，老法师说，那还还得了吗？所以懂得因果的人呢，常常存着畏惧，不敢做坏事，
果报实在是太可怕的，特别是三恶道。这一段呢是讲入尽人亡，老和尚在净土大经节演义呢141集里面呢要做这样的开示。老法师说呢，其实相信因果报应呢绝对不是迷信，有些呢是值得采信的啊。那我是说，人没有宿命通，不晓得过去造作的善恶，才会呢敢呢一味的去造恶，而且自私自利，起心动念呢损人利己。现在呢，大部分都是这种念头。这就是古人所说的人心坏了，坏在什么地方呢？坏在只是自私自利，只有自私自利，不肯利益别人。如果能够在自私自利里面发一点点的心去利益他人，那法师说这已经很难得了。我们的确也见过不少，只有自利不能够利益他人的这个念头不善啊，只有自利不能够利益他人这个念头不善，这是个很恶的念头，只有只顾自己。来生的果报呢是在三途，但问题是他不相信来生啊，这种人他不相信来生啊，自私自利的人他不相信来生啊，他也不相信轮回啊，他不相信有过去啊，等到他知道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因果教义呢在现代社会上比什么都重要啊。说实在话，人真正相信因果，他会欢喜的接受伦理道德教育，这个听清楚啊！重点在这句话：人要是真正相信因果，他会很欢喜的接受伦理道德教育。他如果真正相信因果，他就会落实《弟子规》，他会落实《了凡四训》，会落实《太上感应篇》。他如果不相信因果，他对于伦理道德教义他就会很冷漠，他认为是什么？他认为这些伦理道德教育对自己都是有伤害的。伤害他什么？伤害他自己的欲望，伤害他自己的贪婪，所以他排斥。于是乎呢，他就不能够接受。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对这种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会排斥、会否定？为什么？因为这些圣贤教育、伦理道德教育、因果教育，都讲到他的内心的欲望。他怕他自己的欲望被揭穿，他怕他自己的贪婪心被人家看到，所以他对这些《弟子规》传统文化教育，他就产生排斥的心理，他不能够接受。老法师说，在这个乱世，老法师觉得呢，老法师总觉得活菩萨很慈悲，祖宗很慈悲，鬼神很慈悲。那法师说，这些年来世上也有很多地方也有人跟那法师反映，也有人看到很多附体的。那么附体里面呢，那法师说其实里面也有真也有假的啊。
要善于辨别啊，有真有假的，要善于辨别。如果是真的的话，它里面透露的信息就不是假的了。达瓦是在讲这一段的时候，那时候有一本书出来，那一本书叫什么名称呢？就是《凯撒军团东征中国之谜》啊，《凯撒军团东征中国之谜》啊。这个《凯撒军团》呢，这本书是附体透露出来的信息。啊，这本书我也有，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这个凯撒军团当时呢，他侵略中国，这个呢已经是2100多年前的事情。这个事情呢，没有人知道。他们是秘密的到中国来，但是中国不属于他们的，所以他们得不到中国。结果到达中国以后，全军覆没。就像日本人想要并吞中国一样，不惜发动8年战争啊，还用生化战争啊，用侵略的方法。但是达法师讲，中国不属于你日本的。你今天有富贵，是因为你有因呢、啊。日本人的阴地里面，他没有布施中国，中国不是属于他的啦，所以他当然也是8年战争就失败了。这个凯撒军团也是一样，中国不属于他们的啦，所以他们在中国全军覆没了，都死在中国。这些鬼魂呢，到现在还在，还没有离开，2100年还没离开。他们把这个信息呢透露出来，啊，那么透露出来以后呢，啊，东天目山的奇迹是很慈悲啊，就跟师父报告，奇树品呢，我看那个影片呢，他亲自到离千古城呢这个地方，啊，离千古城在甘肃嘛，他就发愿帮他们盖一个大的佛寺，给这些呢凯撒军团的兵将呢，这些士兵呢，在那边修行，叫他们求生净土。这个齐树平居士呢，很有魄力，很有福报，很慈悲。他说盖真的盖成了，而且规模相当大。据说呢，那边现在也有300-400个，好像应该是比较多的。出家人，啊，也办得很好。那么当时这个凯撒军团东征中国之谜呢，这本书是一位高先生写的。据说呢，他本身还是公安人员退下来的，啊，跟我一样啊，属于警务人员，他是无神论的。他去采访很多次，发现这个不是人编出来的，没有人能说得出来的。后来他去查证，这位高先生去查证，因为他们所讲的通通是罗马话。他去找外语学校的老师来看、来听，鉴定呢不是真的罗马话。为什么？因为是2000-3000年前的罗马话。2000-3000年前的罗马话跟现在讲的意大利话罗马话不一样啊。啊，古罗马的语言鉴定结果，他讲的话，这些亡魂所讲的话都是古罗马的语言，证明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呢，齐树平居士呢认识的这个高先生呢，就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写成一本书呢，叫《凯撒军团东征中国之谜》。老法师说，这本书呢，
叫可以相信的鬼话，是从鬼附身出来的，这可以相信。这些东西呢，要把它整理出来。这个如果可以相信的鬼话看多了，人就会相信因果报应。但是呢，要细心的去审查。有好处，没有坏处，绝对不是迷信。